上车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用了。不让你上车。你要真的良心发现的话，你不用让我上车，你让实习生留下就可以了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上车。天不怕地不怕的佟大记者竟然怕倒霉啊，看来亏心事没少做吧。我看是你亏心事做多了吧，不然雷干嘛专往你车上批啊。上车。